能不足，免疫力下降，它就会再跑起来。那那个会传染吗？基本上这个都是传染，是摸到还是接吻？基本上它是属于飞沫跟接触。哦，对，提升免疫力反而诱发皮肤病。因为我们预防胜于治疗，就是说我们还是要避免会诱发它的食物，比方说葱姜蒜辣椒。有人会以为我吃这个姜黄提升我的免疫力，可以避免这个过敏，其实它会热上加热，让你过敏更严重。像五谷类，如果你容易会荨麻疹的人，你千万不要再去吃糯米这一类，什么芋头这一种，连糙米都不要。免疫力不正常，各种皮肤病就出现，改正你的错误习惯，精彩内容千万别错过。所以不会生这种病，除了说免疫力好或不好之外，还有一个先决条件，怎么提升免疫力？听好听的歌。心情愉悦。怎么那么巧？一看病就好了嘛，是不是？这个厉害了，不是啦，这个回去听了，但是会好还是要看医生的。谢谢。因为钟平，大家众所周知啊，是一个最标准的好先生、好爸爸、顾家好男人，有你就足够。这个还跟浩然合唱啊，对，真的好。对，唱完歌跟他合唱了，唱完这一首应该也吵了很多次，所以好不容易今天摆脱了他，我一个人唱，不让他来。好，所以呢，有你就足够。我们在最后的时候，哎，你也带来一个好听的歌曲了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谢谢钟平，谢谢。恭喜恭喜。好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来稍微来看一下，这里面有几种你的生活模式、心理状态会导致什么样的状况？我们先看第一个，你失眠经常会持续2周，另外就是感冒很久都不会好，心情也不好，情绪又很差。心情、情绪跟失眠，这有时候是环环扣在一起。对，像钟平之前很忙，为了这个歌会不会？也会。所以其实我现在也是有点那个，还我已经差不多快好了。咳嗽、感冒吗？对，也是咳嗽。你们两个。哎呦，怎么啦？我说怎么都中了同一个病毒啦，因为准备唱片要拍 MV， 那个压力才大。对啊，我也在准备唱片呢。你这样子我们免疫力会不好。不是，你会准备麦片比较快，不要唱片。对，会有压力。不过最主要是我以前新人的时候，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人，然后那时候上节目又很压力很大，因为。差不多在20几年前了，有时候就是这个节目，如果说我上的表现不好，可能以后就没有下一次，那个压力太大，压力很大。然后我又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，那时候还有些节目会上去唱那个45转的哦，45转的就是很多首歌，是不是？当年像孙健林一样，有没有？对，就是其实上节目开场会有几位歌手，一个人上去唱一段，一个人唱一段，然后你知道吗？我在后台哦，都好紧张哦，因为前面已经唱了，他已经唱好了，然后他又唱好了。那唱到我的时候，我有压力，就想说不是都 say 好的吗？say 好，但是要现场啊，现场的 live 唱现场啊。然后呢，我会想说出去会不会什么跌倒啦，还是说呢跟不上拍子？那因为这样子就那个感冒就一直都没好。然后又那段时间节目很常上，然后就是每次要去录影前，我就会请那个医师。那个我们那边的一个诊所，请他帮我，可以给我打个针，让我声音可以开这样子。然后一个多月，就有一次我就在台视那边录影，录，我就觉得很不对劲。然后又是新人，还是很不敢讲，很不对劲。然后后来就录，就有点昏倒。就醒过来的时候，怎么在台安呢？哎呦，然后一去到那边不太能呼吸，他就用那个给我氧气嘛，呼吸这样子。你看。成名的背后原来是这么辛苦的。好，来瑶瑶，我的话我觉得是我自己自作自受了，因为其实我还蛮常会有失眠的状况，但这是因为有时候因为我很喜欢喝咖啡类的制品，然后有时候只要是晚一点的时候喝，然后到晚上就会开始睡不着，然后真的一直要等到可能6、7点我才会就还没睡着，就心想说好吧，就是可能已经差不多到一个临界点就睡了，然后因为我一睡就是要睡到爽的那种人，所以 OK 好，我可能一次要睡到隔天的4、5点，哇！然后睡到4、5点之后呢，接着我即使没有喝咖啡，我当天晚上又睡不着了。哎呦，就是因为我就觉得会因为作息大变了，对，会因为那一杯咖啡，会像时差一样，就整个会一直循环，你就都睡不着了。OK， 不过如果你有这3种情绪上或是作息上面这个改变，要小心什么？
什么样的疾病找上你哦？带状疱疹。疱疹。带状疱疹是不是以前我们俗称的皮疹啊？对不对？就是我们俗称的皮疹啊。那基本上。我们刚才提到说免疫系统，如果你会得这个病的话，是表示你那一阵子的免疫系统非常的不好。可这不好之下还有个前因，你小时候得过水痘，基本上带状疱疹的病毒跟水痘病毒是属于同一个病毒。哦，那这个病毒你小时候得过水痘之后，这个病毒呢没有消，它躲在你的神经节里面，在背后脊椎的神经节里面。当你那一两个礼拜很忙很累，睡眠不足，压力很大，免疫力不好的时候，它就开始会跑出来。那跑出来之后，刚开始你会吓一跳，说奇怪，怎么刚开始会先痛，后来之后起疹子，还整片发起来之后，对，就觉得会很可怕。那再讲一件，得过水痘的人，50岁以后得到带状疱疹的机会，终其一生可能是1/4到1/2，上头很容易得到，这么容易啊？其实说真的，我今天来录影的人，50岁以上，我今天早上就诊断一个带状疱疹的病人，而且他是很出奇，病人很好玩，他一开始跟我说，王医师，我这边腰有一点痛，就把他一打开一看，上面。沿着这个肋骨的这个沿线，一点一点的红点，翻到后面去，那个红色水泡就出现了，就是这样子吗？就像是那样子，它的斜线很好玩，就是沿着肋骨的一个斜线，痛死了！你说很好玩？我说很好玩的意思说，刚开始的病人很奇怪，他会有时候刚开始会觉得说我是不是筋扭到，是昨天打球搬东西扭到，很痛，对，里面很痛，应该是手神经的地方非常痛。但是最麻烦的地方，如果它是长在额头上面，三叉神经的第一支的话，它会影响到。眼睛的角膜会影响到视力，是。那如果说，那时候是哪里会痛？那时候整个头皮会痛得头痛剧烈，那眼睛会畏光，看到眼长好多，嘿，会很可怕。那如果是长在生殖器的话，小心，它好了之后，因为带状疱疹它好了之后会有个叫做疱疹后的神经痛，如果是长在生殖器的话，它影响到所谓那种荨椎，第一荨椎跟第二荨椎的话，它可以影响你排尿跟排便。可是男生才会？都会。大家都会，他多男女都会。对，男生女生的话，如果是到你看像那个屁屁的地方，它就影响到排便的功能。医生一定要到长一颗才会发现，是还没长会有感觉吗？应该这么说，它没有长之前你是觉得会痛的感觉，而且那痛的感觉基本上晚上，其实一般人就是你已经失眠了，对不对？你开始带状疱疹痛的前几天，你会痛的睡不着。你讲那么严重，我们都快要失眠。比如说这次假设如果说长在肚子，下次会不会在别的地方？会在别的地方，它会跑，它都会跑。它死了就是。一般来说，带状疱疹基本上都是单边。那如果会双边长的话，表示说你的免疫力非常非常不好。那这样免疫力不好，你有可能其他后续的问题。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感染。因为我曾经。每一年会遇到一两个那种老人家，是他来看的时候，他上面已经是皮肤都已经是流汤流水，你看到的时候都是超会搭。那甚至以前真的还有人去敷那个草药，就敷草药之后造成所谓的风性组织炎，那造成感染的话，你现在处理起来都要2-3个礼拜甚至到一个月。对，但是他真的如果说两边都长，免疫力特别差，真的绕一圈的话，真的会死。